你要去跑操场的？有呀。爸爸，啊！再来啊！再来啊！我们走的都能赢你。妹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厉害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妹妹好厉害！哦，妹妹你跑好快，我们跑去妈妈那边快点。爸爸年纪太大了，来，人家帮我拿着。爸爸这可能不行的，但是这一段我们剪掉就好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这太低了啊！啊，我说跳那个。这太低了。那我，但是我国小才可以，国中现在。我也没力气、啊。剪掉。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好，上去这里。啊！快点，平衡，不会跌倒哈。感觉会，因为我们要过这种转换平衡木啊。我之前有。我手放开了，自己来。我们就是这样哦。好，转弯了，转弯了。前进，我右脚前进比较好。这里应该就是让你侧跳了，像他的图片侧跳了。手撑着跳过去啊！对对对，类似这样。这是怎样？跳过去就好了。嗯。应该是双脚跳。这个是那个弓箭步。啊。啊，爸爸跳不过去怎么办？快！你跨过去，跨过去。再跨大一点，再跨。好笑，对不对？走这里吗？嗯。走后面一点，你前面没有走。这里。啊，这里啊。
片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上方小铃铛，我也希望新的影片到最后还要记得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